你得快点走。对不起。知道为什么咱们今天回到村里吗？我们有出息了。没有错，咱们两个有出息了。嗯，我跟你说过啊，我要是有出息了，我就娶咱们村的村花石蕊。你看今天我穿的帅不帅？好帅。多跟我学着点好不好啊？这么的，一会儿我来拥抱他，你把这个花送给他啊。好，好嘞。回来了，石蕊。瑞哥，你回来了。是。你在外面累不累啊？不累。石蕊，我在这儿呢，我有出息了，我从城里回来了，我一个月能挣6000多块钱。你显摆啥呀？能挣钱就挣钱呗。你以前挺朴实那劲儿，你现在太浮夸了。瑞婷，你在外面现在能挣多少钱啊？3000多。3000多，挺好的，能挣就好啊。哎呀，你老问我弟弟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怎么能是浮夸呢？我现在真的很有文化的啊，4国语言我都精通，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、阿拉伯语。哎，你普通话都没说好，你学那么多语言有啥用啊？你要当卖国贼咋的呀？我卖什么国？雷霆，你现在说话说的怎么样了？普通话你说？对呀、啊。还行。还行啊，你说说我听听。40、40、40、40、40、40、40。哎呀，你说的真好，40、40、40、40、40，我都听清楚了。这个花是，嗨，我跟你说，石蕊，这就是咱们两个爱情的见证。我决定了，明年我给你买头牛，这是咱俩的嫁妆。真的太感谢你了，没想到你出去了还想着我，还给我买花。可是这花是我送给你的，石蕊。你老在这显摆啥？这花我拿了就得了呗，你还想咋的呀？哎呀，这一路走来都热了，你赶快把外套脱了吧。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么热的天，我也热了，是不是？我也热。你这解个领带，我这个领带不比他的鲜艳吗？真的。行啊，啊，你在外面破产了啊？造成这样了。不是，都师兄这个扔领带吗？雷霆啊，我知道你这一路回来呀、啊、也热了，来快洗把脸。好。别当哥的没先洗，你当弟弟的先洗吗？对不起，我也热了，真的，我也洗把脸啊。不是你洗脸你就洗呗，你哭啥呀？不是那个水太脏了，你几天没洗脸了？我进来早上才洗。哎，我这痒。停，帮你擦擦脸。谢谢。给我一个毛巾吧。没有你的，没有你的。弟弟，过来，看明白了没有？这个事态，感没感觉到我们两个这种暧昧的关系啊？这种干柴烈火的感觉。爸爸说爸爸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太年轻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什么都不懂。他绝对是我的，只不过呢，现在他觉得我还挣得太少，这样。我继续出去挣钱啊，你来照顾好你的嫂子怎么样？哦，好。石蕊，我要走了，这是我一点点心意。我跟你说真的，等我啊，加油老弟。伟霆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？哦，没有什么打算。那咱俩出国吧，你去外面见识见识。但是我没钱。徐恒刚给我6000啊。Let us
笑笑笑笑了，希望总能到。